九五三十四啊，我你绝对买袂着啊。正包伊九五包，那有要食的，食一盒，买五百，买四盒，买四百，来三百了。三盒而已，没有了，九五包，来三百多少？来七百，三百两，包包，正包伊。一个叫对啊，几天两来上班，还有两个发音是什么？都拿到了哈，谢谢。我只记得我的公务员啊，这整个公务发音吧。这个是第一个字，我记得第二个字。许超刀来，那叫开三八来。三八好大地哈，好久好大地。不过我那边很帅，超多嘛。来，许超刀来，300块。终于。两个人给你啊，没三百来，200块我来，200块拿钱，200会不会买？来最后一位，来200块走，来不客气，算你好，真的不好听，来200块来，中华啊，两个人哦，没挂，还有一个啦，还有，谢谢，看，我直接钓鱼啊，好看，好啦，来挂，别挂来挂，我留下阿华钱，你确定是阿华？我认识的是我们说的是吧？我不认识的是我也说不清。来，上面开的桃车来，能发来。哇，阿妈是阿大蛇。啊，不要再桃车的料子。啊哟，放上阿大蛇，你看。来，能发够了，没给你吧？券是不是？这样子200，第二个是再加这里200块。未卡紧的，未卡紧的，我未钓伊啊，钓吼就好告诉你，好告诉你。仓颉输入法打得出来，你先来，我先开一个法。哎，200块，阿贵啊，你足无用哦，足无用诶。啊，那靠仔你讲袂讲个真诶，我你讲伊来，你讲。对啊。仔袂用啥？帮你扣扣车的，帮你扣客啊。哎。哎，都看了没啊？超车啊！就来啊！买200块就来了哈。妹妹，你要什么？要鲑鱼、鳕鱼吗？鲑鱼小卷的。来，小哥，我先发，小哥，我先发。拍手，拍手！你等足久，阿虾啊来，这两行先发过来。来，爱吃小哥来，一人一份来，500块的。500块，小哥500块来。我讲这小哥够水的哈。你蛮快的，细只呢，哎，蛮无细只呢，这种狗吧，把肉超厚的。你们打龟应该找得出来。愈来愈贵啊！讲真的，我这边小哥无差，你无看我无差的话，找得出来。我给你配料一百多，一只马尾最难，三个人加起来，免500，免400，一个买一份，两份三，买更紧的哈，来300块我来。今天不要500，来300块来。小哥300块。来谢谢。这小哥这身多花300，拿两个金钱哦。谢谢。先萝卜走了，好了，看一下新鲜度来，来300，个人无买着小可爱无，后边不足多，一只鲍鱼就是三个人，后边你也加带玻璃就对啊，来300拢来啊，来三个人来，这个，小可爱三个，来啊，可以画掉，来画鞋啊，来画鞋啊，画鞋啊，来可以500块了，不用钱啊，今天可以一百块啊。来500来，2条你来，3条你来，4条你来，500块的。上面讲鲑鱼耶。谁要吃鲑鱼？我后面大刀。来，钱交出来，再多一片。我们要先交多少钱？不要那边吗？来500的。我这边交了。地大地哦，不是小地哦。看好哦，哦是不？来鲑鱼500块的。来500块，个人没可能鲑鱼，你搞讲啊，不客气啊，不要那么啊。3片4片，来这一片带给你来，500块来鲑鱼。500给我。哦，这几天消费200块的鲑鱼，我每天五台500块，你再扣了不？来500块来，个人没买的吧？超大台，超少。来大哥回来见，500块的，500块来，来你拢叫我来啊，要较早来。来500，够上没跑条鲑鱼。什么钱？够，吓死。来500块来。可以来啊你！来吧，快！哎呀，老有用，等你太恐怖了！来，你有没有？我瞎子的。啊，有啊。所以我说啊，一样的方法，发音不太一样。不要你，不要说。来，我发了，快点啊！
靠前面这样呀，这五百应该有三条，到时候四条到未啊？五条你呐，进来。面对呀，进来进来，动作快来，五百块，弄完了啊，鲑鱼。好，来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妹讲黑呀，来。来，鱼饺包好的嘛？鱼饺好啊，哈。来，鱼饺是谁的鱼饺？啊，鱼饺来，抱歉抱歉，鱼饺包好了。来，鱼饺来，鱼饺多少钱？没来喝。来，他那个你还没喝，还想买喝啊？先休干三个，来休干来。来，班姐休干三杯来。Hello， 休干三杯。我三个拢休完，休干上五杯啊。休干三个嘞。三个嘞，休干三杯。休干。懂不？来，等下你也回上起来哦，回后边地较好控制啊。小姐都是来那边的，来，你要卖开五百，卖开四百，一人就开三百，来两百破完了，200块来，要吃海北的，动作快，一人一份，200块给我来，海北的要两百，多少钱要？来，多收几万斤，后边做些虾仔汤来吃，今仔真正虾仔有大只，来200块来，200块。这一盘三个客人而已哦，那边几位客人又点几人客啊？来加三个人，阿胖贵的呗。来六个。来，两大九班的两分，增加两个好不好？好。再点个啊。一包一公斤，第二个。这不是有钱的买这样，这贵的两分。控制中山的但是无啦，你买一只龙山，还一两万块，你要吃这只骨，买去买啊？今仔日多好，黄金卖讲卖去啊！哦，来200块多，一人买一包，纯鲜龙山4包尔，无啊？猪皮烧猪油鸡，油菜何里喏？4包了，来100块来。一公斤哦，来100块。龙山九班的龙骨，来100块，纯两个人给，无啊？你是冲好未？我个奖金每日发的生肖就公开的，来最后一个，来100块，没有了。空城哦，爸爸妈妈的红衣男哦，红哦，拢会赚，来100块。春节包一家伙人要搞，我看下哦。阿伯伯举手，阿伯伯一家伙来。Hello， 我改空，我买都需要空城。下面题，今次个有？有买啦。下面题无啊吼？我要提花200块，富贵猪脚提花，来几个人就会200块了。这样几包你来，给200块了。阿干的呀。来200，猪脚提花200块。阿干的。两包两。一包200，一包8哦，里面2包两，来一包了。一包。100块来，大包哟，800克哦，来100块就好了。用我烧啦，漂白饭啊，哦，真正好吃啊，来。100块了。大包你看我对不对？超贵的。这100块你真的买得到？买不到，人家骗哪仔啦？这100块我对不对？你敢拿钱挡的？我跟你讲，100块。来几包两？对不对？包两。好啊。来，可以放两。来，够了。够了。来，那边没关系。来，500是谁的？他第三。500是谁的？来，几包？几包两不？他好低啦！对，你比你做上未来三八几年了？一个客人而已。三八，无啊，无第二个啊。两只三八买袂着啊？三八，无啊，几年了？来，都给你了，来300块。一个客人4包都给你了。你是怎样？我你袂上吧？我怎样？知啊，这样客人偏200，买袂着啊，来800了，我你试价150，你比你输落去看，上来啦，平台我咧做工厂啊，我讲英语的，来，我今年变300，我一个变成。
300块，博眼的哦，这么起哦，来300了，来镜片300了，啊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，我刚刚已经滚了，来，好，你切一下，3个人，4.2也是哦，每人200枚，300了，收费，每200枚，300大，好，来700人，来200人，来镜片，烧烧饼还有吗？快，100块，好啦，来。大哥哇，哦，我顾不看这样的，来2个客人而已哦，拿钱快点来，200块来，有鸡腿，来200块来，200了，这我顾不回啊，这就顾不回啊，来200块来，有鸡腿加热就可以吃了，来200块来，哎，人一模一样，重量一包哦，你去全差，一包就130块，一包哦，200卖你去遐吃咯，我卖200了。有鸡腿上面价，对了，算了，只能三四个人买啦，来700块了，100了，我爱买200。加100，不要问题了。对啊，你无啊？对啦，他今年好歹呢，来存100来，我再等。哎，等你等，来来来，小姐要来50块就好了，没办法，就剩下一包，他促销品就这么少。来，我们讲唐阳雪一块，他给你。这一包200块啦，不二价。快你讲啦，这青兄仔来讲，拜托我干妹妹啦，讲了几包变剩伊个，讲剩伊个啊，我做好料啦，一包200，有够，卡好料买卖你800，讲起来无太值买卖你800，一人一包唐阳雪一块，这不是爽的，是生的，但是它沾粉沾好了，重点在哪边？为什么丢了几枚呢？无来不及丢了几枚，重点细微切。进前要甲食完，这伊是靠底抄到的，我无法度，别搞啊吼，别行哩呐，一包落来大包落，唐阳雪一块，阿小诶，这作鬼诶，这给你，阿小诶啦，阿小诶啦，看好啊，对啊，后抓就是200块买一包嘛，明仔日一包200块，来一包落。你看，血一块没赚好。来，三妹，给我一块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那好，把这条交出兄弟，你要我。你要吗？三妹，我来三妹。你看，我这三妹。三妹，三妹，三妹。交钱没？要进来讲。哇，我先看。我看他没，我就通报呀，我就发。你发我了，妹妹发我了。来，500的是谁的？我要去来一下看看我爸来一下看看谁的这边给你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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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块嘛，哈，刚刚学一块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个咸猪肉帮我拿走。来，葱抓饼来。咸猪肉帮我拿走。咸猪肉。哎，拿过去。我拿过去。我的好兄弟跑过来了。我叫。来，葱抓饼最好是新来香，一包8块的。这边看一下，真正好吃，7-8块的。100块来，买几包去买，500老好。来2包。来，给你葱抓饼100来。2包。一包100，真的好吃又便宜。100块，一包200，我一包卖100了。妹妹搞2包。来，葱抓饼100，各有3包卖了。哎，这好吃哎。好吃，暗时啊，不卖个用的了。不卖个卖嘛。不卖，去冰箱拿一个起来，熬两汤，要穿贵用的，甲炸嘞做好粉。100块了，来葱抓饼，你看有人不卖要卖啊？你无看？你讲这葱抓饼多好吃，够好用的了。来，100弄完啊！今天准备700块葱抓饼哦。
你也唔得大，不多咗佢谂住啊。来，俾只夹米饭两百块嚟，全猪公，两百块嚟，夹米饭嚟，小姐嚟，快。三地三百你要买无？来两百。会不会？来夹米饭两百块，全猪肉两百块，够人买整夹米饭无？对煎对烘对炒。全猪肉好吃。两百块，别介绍啊！你看我看过三条两百夹米饭，超俗啊！好好吃，好香。来，谢谢。来，牛排落好红沙肉。叫人爱吃三九福，阿无我来去就爱上。大牛肉落三百，买哪？一人一份，我予你大家拢买，叫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牛肉，两百多，一包就两百，两包嘛好，来两百块来牛肉，两百块来。来两百块来，两包哦，一包哦，两包。牛肉卤两百，还有人要吃牛肉卤吗？来两百块。真正好吃，无人买买两份啊，人家不会买两份啊，来两百块来大哥要吼，来两百块来，去去去，送送过来五百咯，来两百块，够人都关了吧，五百咯，两百块咯，关了吼，两百块，通通有了吼，好，谢谢，那个大哥你买啥？你啦，你啦，哎，我不搞，我你买啥？你搞风花水面，你赔啊，你赔个吹出来哦，来。这是啥人呢？这地板，多不嘞？接这句是没有骨头，蒜香比鸡猪排来，应该是两个客人而已。来，我们甲里鸡猪排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蒜香比鸡。来，四点，来六点，来八点，来九点，来十点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蒜香比鸡排，两百块，对不对？对，答对，来两百块啊。来六点，来七点八点，来九点十点来两百，最后一个六点蒜香里脊猪排，比较香，超香的哦。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里脊猪排，拢装完了，迄、那个大啊，再搁搞买买两百几百啊，干球队。哎，要给我。球队哦，老板多少啊？自由。多少啊？不一箱啊，千二多啊。不然他们谢你啦，一百块完好啦，剩一个尔啦。好啊。最好吃啊！这无常常有啦。这边有常常有。来，我见你别爱吃无骨的，来有骨的来。这黑胡椒猪排，两块两百块，两百块来。来，小姐，黑胡椒猪排哈、哦。你看有人爱有骨的，因为有骨的那真好吃。安尼烤粉就对啦。讲啊，你来一份。来，你讲啥？来，我听。来，黑胡椒猪排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。来两份，来八份。来这边来最后两个哦，黑胡椒猪排两百块。那个小姐，你要不要多买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多了。哇塞，我老公公司倒不倒门啊？来一杯，买两百块来一杯。来一杯两百来，大哥来。无啊，一杯最后一箱啊，无一杯哦。来两百块来七包，七包七包，来两百了。无钱的，真无钱的，来两百块鱼米，是我一瓶，还有人需要吗？我大大哥你俩，你是拢无冰箱还是乜只货？只死人乜只货去卖啊？臭死人！来，我讲只客两包等你煮哈，这无饲的，而且未臭，都做好只，一个客两包，来七百块都起价啦，来一百块就好了，不要买两百没关系，来七百块都，对面那边七百块都，来一杯七百块卖较紧的啊，这起码拢只卖两百，你卖七百块来一杯七百块，要不要吃无？阿恁一斤大，比亚迪来七百了。一百块一回，来一百几包，一百几包，一百块都干。好钱，好钱，好钱，一百几包进来啊！送别人都好给他来干。对啊，来一回一百块来。一百几包拿进来啊！一回拢完啊！啊，你太老了啦！好，谢谢。我敞开，我敢敞开，我直接敞开啊！啊，我不要收了，就大声了啊！大哥大哥，哎，来，红沙五百块来，两个人有大位无？大，真正水。基本就按二啊五三八咧卖啊，来两杯二五百块，基本够了就第二桌，来五百块来，红沙五百块，这样一个人给好不好？来五百，五百块，你足够啦，够？收八百了，八百，应该是八啊五啊，我八百里面，来小卷啊来，来这小卷就是这个，不要怀疑，这个是这個。但是这不是贵价，这是千二啦。不过你前面一道，大家抢抢完呢啊，无啊，无回啊，这都啊做伊再来呢。这三天三无啊，来啦，后边起来来开三百块的，三百块来收，
修跟他钱，修跟他钱，这做空飞，真的方便回去哦。你解冻，炒菜、炒青菜，拢做会使。三天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免三六、三五、三八，拢免。一样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小姐姐，两百块来，赶快。过年是无买着，你绝对会做咩啊？因为做边啊，来两百块俩，小哥钱来两百，小哥两百块袂晓用钱哦。我你带来买迄是几买是五百，来两百块俩，来谢谢啊来。来小姐切两百块，这样你现在无来，因为有直播啊，你紧来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小姐切两百。我真的卖你们太便宜了，这三盒两百，你们真的买不到了。我那边有没买掉啊？哥你。来两百块来，先跟他签两百，多开两啊，多开两啊，来谢谢。包鱼，别包鱼。来，别吃包鱼，卖别五百，卖个四百、三百来两百块啊，两百块。包别两百来，三包鱼来四包鱼，哎，这没煮啊嘞，这要坑嘞煮完还是？哦，一捆包蛋嘞买，别包鱼买，一包个三米五包，没四百、三百来两百块。一人一份来，大姐要来两百块来包鱼，别两百块。他多少米？好几千万呀！他多少米？好几千万！你别查，你怎么没拿超贵千万？来得及不？来得及，不好。你欠了两份是不是啊？来了，百货来包鱼，都有三百块了。一箱老铁来啦，一箱啦，给这一箱啦。你欠了两份。啊，两百货来。还没吃包鱼，紧点紧点。没有完成。我包，我包，我包。小姐，我快点。三包七包来，我包你。来两包，两包，越来越多。哦，三百块的包鱼，给你。他一个，我给你，我的五包两包。来两百块包鱼，我切条动作快来，两包过来，哇隆，来啊！来，快给你来包鱼，两包。来包鱼，两包，空二两包，切条吧。都有了哈，包鱼都拿到了吗？问两百，真的太便宜了，我乱卖了。来，谢谢。来乱的。来好，阿要吃三百块来，两百块我来。来两百我来，三百块两百，两百有人要吃鱼冻无？我讲啊，拄吃后尾着的吼，行平稳哦。多少？这个两百对吧？来，有吃的哦，不是不吃哦，有吃哦。但是鱼冻不吃啊，无介济啊。来要吃两百块，来三条，来四条，来两百块小姐要来，三百块。我来讲一道吧，猪头肉煎的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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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公哦，以后无这个计较哦。今头一摆吼，客来，我秋香菜对，我后日起价，四点免二啊五，免两百八哦，来七百块来，一百块三百多，来七百，我看见我对呢，啊七百块来啦，我一人来啦，看这四点呢，来七百了。这比较小一号，忙个对人来买啊，我就七点七百块一个。来一百块来，师傅一个，来七百块来，七九零来。来一百块来，一送，七点七点，你送包邮啊，别丢呀，你准备哦。来一送七百块来，来师傅一个一百块来。真巧，那没人来呀，我当时拢在困呢。好，那个四点七百哦。对，我们来一送七百。OK, OK, OK.